大家早晨好，现在是早晨8点半。今天我要看一下这个包裹有没有到。哇，早上这边有很多人散步，不过还好你听不到他们散步。看包裹有没有到，到的话就今天就离开昆明了，到不了的话就只能改地址了。这个挡风玻璃实在是太脏了，今天找不到洗车的地方，只能是自己擦一下了。不过还好这两天天气好，不会再下雨了，再下雨就没招了，因为刚好那个玻璃水也用完了。玻璃水用完，去加油站。下次到服务区的时候，再去加油站的时候再买吧。喝完奶茶之后，查了一下手机，看着这个包裹是今天要送达。哎，看来我是今天能离开这个地方了吧？要离开昆明了。哎，这外边怎么多了几辆大车呢？好了，东西都收完了，然后做出发前的准备了，东西都收起来。这边的东西不会掉下来，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。鼠标要放起来，因为鼠标会滑落掉地。这个也不会掉，我把手机拿起来。现在时间是11:20，我现在就出发去罗平。还有几个快递，实在是不能再收了。要那个把地址已经改到新的地方了，这儿待太久了。开始导航，前方100米向右前方沿当前道路行驶，然后100米靠右行驶。等一下，向右前方沿当前道路行驶，然后100米靠右行驶。这边还是挺不错的，前方100米靠右行驶，然后马上右转去看油菜花田。靠右行驶，然后马上右转。上了高速了，已经这样就比较平稳一些。从这边到罗平呢，大概有200多公里吧，200多公里，但是路很不好走，路大概要走3-4个小时，所以我到那边可能还是会住车在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地方，像是停车场之类的。前方路段有多个应急车道拍照，请按交规行驶。停在国道边的，国道边太吵，安全是一个问题，主要是还是太吵。所以看前边现在车流量也不是很大，就慢慢开了。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加油，我要走到最近的一个服务区，还有离我有22公里，去这个服务区去加油去。为什么进了服务区了呢？刚出门不久就进服务区，因为发现很紧急的问题。这个点烟器这个东西啊坏了，突然发现这些前面的设备都不充电了，所以下来换一个，我应该有备用的。还好出门这些东西备用的带都比较全一点。好了，这下这个其实这个比较方便一点。这边是点烟器的头，这边有5个 USB 粘的，直接粘上去好了，插好了再粘吧。换了根线给 GoPro 也充电，因为在前面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没电了，所以我需要让它保持随时有电。好了，这样就完美。我看看，好嘞，继续出发，应该都有电了。这镜头下边怎么这么脏啊？来，我擦一下360，这么脏。
这边差点往这边。请沿 G 七八汕昆高速继续行驶57公里。高速区里面的这个高速区里的实像太不明显了。石林方向，这条路是下，哇，可以到马路那边去啊！我第一次见有这种高速，可以到马路那边去。这两天晚上睡觉还是有点凉的，看晚上睡觉把那个羊绒毯拿出来盖着就知道了，特别冷。那个保暖系列还好，很轻，不是很重的。刚出来20公里就急出去，然后忘加油了。下一个还有13公里，这坡区要进一下吧，这坡区进去得加油了。说实话的，刚好要进去那个先圈存一下，加油直走，没时间了。您已进入渝西市城江县梁宗湖区。哎呀，下来休息一下，活动活动。这儿看着，因为强制被进入服务区了，高速路封掉之后，所有大车小车都要进来。进来之后就是休息，然后隔壁人家还有开房车出来玩的一家人。不养狗的人永远理解不了狗子奔向你的感觉。咪喽，过来。哎，搬错，搬错了。到了，现在是，看现在几点了？下午3:14。之前网友跟我说这个油菜花已经卸了一半了，但是我到这边的时候正开着旺呢，所以这个我打算今天先暂时不进景区，明天一大早爬上那个山头，朝那个山头照些相，然后回到停车场来，这边刚好飞机啊、平啊都可以起飞，太棒了。然后看一下那边好像还有卫生间。我现在呢要去考察一下卫生间门口有没有水。这边白天呢过去直接加水不太方便，因为游客很多，到了晚上的话这就没人了吧，没人咱就可以去。哎呀，看门口有人在那洗手。这边有一个水龙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。看这个有水吗？哦，这是没水的，龙头是有，闸没开，它就那个就有，那个就可以。晚上呢，就哎呀，这儿有个灯，挺亮的。晚上直接过来这儿加水就行。太亮的话，车停在下边，睡觉有点不方便。我可把遮阳打开。看一下这边，每个地方都有个水龙头，你看这应该是人家准备留着浇花用的，都不通水，塞着的。这个停车场还是挺不错的，进来的时候没要钱，也没举杆什么的，但是估计明天出去的时候肯定会要。哎，又来一辆。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，又来了一些车友，先去看一下。
我现在在车里边休息，所以呢要把这个关起来，以免蚊子进来。还是在这边看看柯南。窗外呢就是油菜花田了，明天去，今天下午游客太多了，上午的时候人会比较少一点。